大家好，我是。我是大宇。再来。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到了，请坐。再来。本栏目由南方航空独家冠名播出。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进入客舱乘务员进行安全检查。我是庄晶晶，2007年2月进入南方航空公司任空中乘务员。迄今为止，我已经飞行过3000多小时，38个国家以及121座城市。今天我将通过 CCTV 发现之旅频道镜头，带您玩转澳大利亚。从海洋到陆地，从庄园酒乡到原住民生活，让我们一起全情领略澳野奇观。这次我要去的是宁静而浪漫的坦百利山，那里有一座纯净天然的有机农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来到澳大利亚不去看看农庄，就像没有来过澳大利亚。到底去农庄旅游能看见什么、玩什么？我带你一起来体验。1块钱4个。其实这个店不是我的啦，是后面农庄主人的。在这里我一路上都看到非常多这样有意思的店面。您只需要把你的钱放在这个盒子里，然后呢拿走你该拿走的水果就可以了。在牛油果摊上根本看不到卖水果的人，农庄主人并不担心有人会吃霸王水果，而这个牛油果小摊就是简氏美农庄的。还没有见到农庄居民，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真诚和实在。澳大利亚有各种风格的农庄，简氏美农庄是一所有机种植园，农庄种植了各种鲜花和水果。如今正是牛油果成熟的季节，游客可以体验采摘和品尝牛油果。让人惊喜的是，在这里游览全部都是免费的，你只要按农庄的规矩帮农庄主人干一点活儿就可以了。牛油果的外形像梨，外皮粗糙又有点像鳄鱼头，所以又叫鳄梨。这个是我的师傅丹，接下来呢，他要教我怎么去摘牛油果。OK, let's go. What we will do is very easy. It's easy? Very easy. Just want to look for our ripe avocado. Okay, under the avocado. Yeah. Pick a nice one. Okay. 这种长杆顶部有一把锋利的剪刀。瞄准树上的牛油果，扯动绳子，带动剪刀，牛油果就会落进网兜。It looks quite easy. Yes. I think I can do it. I think you can. Yeah.在一片碧绿的树叶中，瞄准同样碧绿的牛油果可不容易。High one is more easy. No. No. Muscles. Oh, okay. No, not so high. Just a lot of hard is okay. Would you like to see how high you can hold the pole? 牛油果是一种非常高产的果树，一棵牛油果树一年能接8000颗的果实。Very good. Yeah. 摘了几个熟一点的，一会儿我就可以吃了。
The color is dark. That's right. I'll get another one and I'll cut it. 丹恩告诉我，在地上捡的牛油果才是最好吃的。This one is yes. It can open. It will be like that for 3-4 days. Three or four days. Yeah. 牛油果熟透之后会自然掉落在地上。丹恩还告诉我，外面水果摊上的牛油果都是熟透掉落在地上的。游客购买之后不用等几天，买完直接就可以享用。这些就是我刚刚摘下来的牛油果啦，这些牛油果是不含任何肥料和农药的。现在呢，我就要开一个尝一尝啦。牛油果的营养十分丰富，可以保护心血管系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就开啦，是不是很漂亮？其实呢，牛油果的吃法是有很多的，那我现在呢就撒点盐，撒点胡椒，然后拿勺子。真的非常的香，它的味道和牛油非常相似，口感很像油脂，不过它本身的味道并不浓，和其他的水果混合在一起榨成果汁比较容易入口。澳大利亚的每个农庄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项目，在简诗美农庄里有一个护肤品工厂，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亲手制作护肤品。为了体验制作护肤品，首先我要找到制作护肤品的原料。我第一次靠蜜蜂这么近，我已经把我的袖口都拽起来了，因为我怕它从我的袖口飞进去。我现在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在这里，因为我不敢动。原蜜蜂是这么放在盒子里的。杰克是简诗美农庄的养蜂专家，专门负责提供有机蜂蜡和有机蜂蜜。Like that. Now you've got to put your finger in the honey. No. Yes. Now, you put your finger in there. Come on, finger out. No bite. Yeah, no bite you. No bite you. In you go. Come on. Ooh. Ooh. Right.Okay. This is a normal honey cell. All the honey is around here, and this is the uncapped. The cream. Yeah. It's all right. You're okay. Great. It's all right. Okay. Lovely. Ooh. Okay. 第一手蜂蜜。Come on. 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So sweet. Delicious. I will get another frame out and have a little look. Okay. 哇，这些蜂蜜真的是不会扎它的哦。蜂蜜原来也是认人的。蜜蜂，糊涂了，吓糊涂了。蜜蜂也是认主人的，因为现在我相当于就是它的朋友了，所以它也认识我，所以它让我吃他们的劳动成果。新的一个盒子里的蜜蜂出来了，所以我对它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要有一个重新了解它的过程，我要离它远一点。OK， 现在蜜蜂发威了，它连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养蜂人它都要去蛰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养蜂达人他也已经跑得离它保持了一段的距离。难道是因为我们偷吃了蜂蜜，所以蜜蜂要报复我们吗？ The bee has just stung me.杰克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他告诉我，蜜蜂的脾气直接受天气的影响。平时这些蜜蜂对杰克十分友好，因为今天的天气阴晴不定，阳光时隐时现，可能会下雨，所以他们的心情不好，不耐烦和人类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他们周围活动超过十分钟，他们就会发动进攻。And there's the stinger. Here's the bag where all the poison is kept.So if you go like that, you push all the poison into your skin. But if you go like that,
no poison comes into you. It's a good way. It's very useful. Yeah, exactly. I'm going to take a book of your adventure. Oh, you don't have to do your hair. Okay. Okay. You look beautiful. You're the queen of the bee empire. The queen? Yeah. Hang it in your hand. 如果你来到这儿，想体验养蜂，杰克为游客准备了防蜂衣，穿上防蜂衣就不怕被蜜蜂叮咬了。Oh yeah. I'm gonna ask you to put your finger there and put your hand there. Put fingers on the end, on the end, on the end, and on the end. Oh. Right. Yeah. Good girl. Oh. Now you look at the camera. Oh. 我是不是很勇敢？今天我对蜜蜂又更近了一步，虽然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害怕，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哦 yeah, thank you. 不行不行，我就拿了我都不敢说话了。Because there's a metal piece of equipment there that doesn't allow the queen to go through to the top box. Most beehives are 3 boxes high.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周围飞着呢都是这里非常勤劳的小蜜蜂，它们有黑色的，有黄色的，有不同种类的蜜蜂。刚刚专家告诉我了怎么样去区分它了，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非常的勤劳，就像我一样勤劳的小蜜蜂。我们几经周折都是为了取到蜂蜡，取得蜂蜡就可以去制作护肤品了。所有的女孩都用过护肤品，但是护肤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接下来，农庄的工作人员奥利维亚带我去制作润唇膏。This is our lip balm here. Oh. So we've warmed the lip balm all the way through. It's melted all of the butters and the waxes. Oh, okay. We give it a stir through here out of the heat. Okay. Okay, take care. Until we fill each one. It's about 25 degrees in here. And then we put into the fridge. Okay.Okay, after 10 minutes? 10 minutes. Yeah, okay. 十分钟后，我第一支润唇膏就要出炉啦。一番体验下来，我觉得制作润唇膏并不难，只要准备好原料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在家里也能制作出来。看到了没有？在简诗美的实验室里，我自己亲手做出了一支润唇膏。简诗美农庄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体验活动，那就是制作精油。制作精油之前也要先准备原料，准备制作精油的花朵，所以我暂时先充当一阵采花女吧。摘花呢一般是早上干的活，可是今天呢因为下雨，但是今天下午阳光也不是很强烈，所以摘花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般这项工作都是在凌晨完成的，因为天刚刚亮的时候采摘下来的花朵带有露水，生命力最旺盛。这个是
是栀子花，闻得很香，我小时候会拿它卡头发上的。今天我见到了这么多，闻着栀子花的香味，采摘美丽的花朵，这种工作实在是太惬意了。不过听说在农忙季节来体验的游客需要弯着腰连续采摘几个小时，十分辛苦。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用这些花瓣蒸馏出来精油。花采完了，料也备好了，不用担心自己不懂方法，农庄的专家戈顿会教游客如何去制作最好的精油。 Make some essential oil from gardenia flowers which you picked. So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we put them into the glass vessel. No. Yes. Okay.我要做的就是把栀子花倒入蒸馏罐里。其实精油蒸馏机器已经设定好了，制作植物精油有很严格的要求。首先要求植物从收下来后24小时内必须加工完毕，其次呢，蒸馏温度和蒸馏时间也有讲究，最后呀，一定不能添加化学溶剂，以免伤害到植物的生命力。蒸馏精油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蒸馏罐里飘出醉人的花香。我想如果我的朋友来到澳大利亚旅游，我一定要推荐他来这里闻闻这种香味，体验亲手制作精油的快乐。好香好香，到底浓缩的是精华。 So if you just try some on your finger and dab it around, that's a natural perfume. 我把它可以当香水一样使用。Beautiful smell. Yes, yes, smell very good.做完精油，丹安正在除草。为了免费旅游，我当然要赶紧去帮忙了。Hello, Dan.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eeding. Oh, may I help you? Oh, you are. I would love you to help me weed. Also need carefully too. Yeah, yeah.Oh. But every 2 weeks, the weeds come back. Oh, yeah. So we have to keep working through them. It's just the weed. Okay. Yeah. We have a lot of rainfall now in summer. Oh, yeah. During the rest of the year, not a lot of growth happens. Dan 在教我拔草，这样子的草大概要2个星期就要拔一次。那有机种植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拔草，而不是用农药除草。很难想象，在割草机和除草机遍布世界的今天，还有用手指拔草这么原始的除草方法。丹告诉我，在这里只能用这种方法除草。在生活中，我常听到有机的概念，到底什么是有机，我并不清楚。丹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向戈顿请教。Okay, see you later. No worries.Jingjing, as you can see, this whole farm is certified organic. Organic? Organic. What does organic mean? Organic means growing these sort of plants and vegetables without using any dangerous chemicals or pesticides. Okay, but how can you stop the pests? Stop the pests? Many, many ways. I mean, one obvious way is to grow some plants. Some pests? Which pests don't like that smell. So we can put a smell they don't like next to a plant thatis dangerous to pests. The other way is, of course, we can spray them with natural oils. Yeah. And the pests don't like that smell. And the obvious way is to keep any weeds coming through, things that the pests like eating as well. So we grow things that pests don't like.他刚刚告诉我，防止害虫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混合种植法。有的害虫不喜欢一种味道，有的害虫不喜欢另外一种味道，把它们混合种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杜绝害虫啦。在澳大利亚，有机的认证非常严格，在这里割草机不能开进来，因为它的尾气会污染空气，除草剂也不能使用，因为化学物质会污染环境。有机农庄的种植方法就是靠人工。戈顿先生说，如果你到简诗美农庄来体验农庄生活，只要你付出一些劳动，就可以来白吃白住。全世界的有机农庄专门有一个组织，为想参与有机旅行的人们提供平台，这个组织就是世界有机农庄组织。加入之后，每天只需要工作4到6个小时，就可以赚取农庄提供的免费食宿。
快要离开农庄的时候，戈顿突然告诉我一个丹的小秘密。Dan here is actually looking for a Chinese girlfriend. He works so hard. Oh, really? Is that true? Yes. Okay, I will help you. Hallelujah. My name is Daniel, and I am looking for a girlfriend, but only if it is beautiful as Jinjin here. Really? Is that true? Yes, that is true. Yes. Okay. Maybe I'll help you. 来到坦百利山，一定要去山上的热带雨林进行一次丛林徒步穿越。坦百利山的热带雨林属于昆士兰热带雨林的一部分，一年300天以上的日照时间，平均25度以上的气温，四季充沛的降雨量，使这里成为热带植物生长的天堂。我现在来到了坦百利山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我身后我看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火鸡，因为它有着刷子的尾巴，所以当地人叫它刷子尾巴火鸡。不知道这只小火鸡遭遇了什么危险，是不是雨林中的蛇咬伤了它？刚刚在出口的地方遇到两个游客，他们在路途上碰到了两只蛇，所以让我小心。Yes, have snack. You sure? Just now another people tell us, yeah, told us. Hey, you need. 我现在有点惴惴不安，我决定找一个武器。刚走进来几步，我就听到了一种动物的叫声，但我还不知道是哪种动物。游览热带雨林的最佳天气是晴天，晴天的时候，阳光透过密林照射下来，像仙境一样美。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区域，我现在被周围茂密的树林环绕着，有一点点阴森森的感觉。哪在动？别吓我！呀，这个里面要走多久才能穿出去啊？我还是很 strong 的，至少体力上还可以。这个树长得好奇怪，下面到底是它的根还是它的藤呢？就绕着自己上去了。这种无花果树是植物界名副其实的杀手，在热带雨林，只有个头最高的植物才能获得更多的阳光，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为了争夺空间和阳光，植物努力地往高长。无花果树的干比较软，很难长成高大的体型。它的种子通常在高大的树枝上发芽，然后吸光高大树木的养分，逐渐杀死对方。Are you afraid? No. Short clothes. No afraid. No. No, I feel afraid. Yeah. 他们真的好勇敢，因为刚刚出口碰到那两个朋友，他们也是穿的短袖短裤。我刚刚看到那么多人都穿短袖短裤进来，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之前听说的那么恐怖了。蛇可能是有的，但是我们人多嘛，它就躲起来了。哦，终于我看到出口了，看到阳光了。也许摄像师不是很开心，因为没有吓到我，但是我还是很幸运的，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谢天谢地。哦，出来了。我不需要武器啦，给你。如果说在简氏美农庄你能体验大自然的气息，那这个画廊街也是你一定要来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享受艺术的熏陶。我现在在坦百利山非常著名的画廊一条街，街的两旁有小的咖啡馆，有小的旅店，有工艺品店，有小酒吧，虽然店面都不大，但都非常的有特色。
街边的小铺子里，有的贩卖当地居民自制的手工艺品，有的店铺出售主人从世界各地收藏而来的艺术品。Goodbye。这家店里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亲切，应该都是一些小女孩喜欢的。小小的街道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结晶，在这里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猫头鹰。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进入客舱乘务员进行安全检查。我是庄晶晶，2007年2月进入南方航空公司任空中乘务员。迄今为止，我已经飞行过3000多小时，38个国家以及121座城市。今天我将通过 CCTV 发现之旅频道镜头，带您玩转澳大利亚。从海洋到陆地，从庄园酒乡到原住民生活，让我们一起全情领略澳研奇观。现在就是在酒店的后阳台了，在这里我看到了两个大炮，可是他们是木头做的，能干嘛呢？估计只能打棉花吧。在这里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全景，那这里还有一个眺望台。透过这个望远镜，我可以看到 Q1， 也就是我们登上过最高的南半球的居民楼。在坦百利山，我认为最值得推荐的酒店是老鹰酒店。我眼前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在酒店的后阳台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风景。酒店四周被热带雨林环抱，住在这里白天可以见到野生动物在酒店花园自由穿梭，夜晚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点点灯火。这身后的美景，我感觉自己像在画里一样。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在这里看太阳落山。在坦百利山旅游，一定要在山顶看一次夕阳。就在我等待落日的时候，山顶来了一对同样为夕阳而来的新人。坦百利山的景色非常的美丽，所以当地很多人都会来此举办婚礼或者度蜜月。以宁静和浪漫著称的坦百利山，是昆士兰州年轻人最钟爱的结婚和蜜月圣地。After you marry, welcome to China and welcome to our China studio. Okay, happy wedding. Thank you. I married last mont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当眼前的夕阳逐渐落山的时候，我回忆起这次的旅程。在这里我体验了澳大利亚有机种植，看到了坦百利山的美景，结识了让我难忘的新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不需要巨款就能够环球旅行。开机了，开机了，看了。因为他们就是，错了。牛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没有忘记了。这样子的杂草，对的吧？普通话杂草。哎呀，我就心里想整整整。